孩子学习兴趣低，作业不会做，不知怎么教。学习与陪护，乐宝宝是送给孩子最贴心的礼物。交给天心宝宝机器人吧，人机智能对话，微信亲子聊天，唐诗宋词，国学经典，童话故事，百科问答，科普知识，进入多轮对话。为什么下雨后会有彩虹出现？彩虹又称天虹，简称为虹，是气象中的一种光学现象。百科问答，科普知识。